位置在偏乡的农家国中，虽然学校人数无多，不过因食比较贵，学校嘛特别为学生来准备几个教育的成果展，由学生摕着家己做的料理来展现学习成果，嘛好来到现场的平台，甲家长共同品尝学生的厨艺。各种无同的料理，伫学生的就菜秀后，桌顶是愈来愈丰富。这拢是农家国中基业教育的成果之一。为了因只毕业季，学校也特别举办一场成果发表会，邀请民意代表甲家长，到场欣赏学生的成果甲厨艺，共同勉励大家。龙旗国中的餐饮技艺课程呢，是已经20年来的特色。那在以往呢，也办得非常大。那前两年的疫情的关系，我们就只有邀请家长，那今年稍微扩大一点点，那在这几年来，在所有的家长的配合之下，跟同学的辛苦以及指导老师的用心，每一年都有非常好的一些技艺展现出来。学生透过基业教育，熟悉家己的兴趣，也让因会使培养无同的技能，为家己开辟更加广阔的道路。以下广播一中街区采访报道。